环球时报呢就发表一篇用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叫嚣不怕牺牲，不惜代价，要硬碰硬来一次较量，完全嚟讲是不知所谓，歇斯底里，是极端民族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民粹主义、哗众取宠，样样都有。各位网友大家好，今期红出没注意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期嘅主题系讲乜嘢呢？系讲为中美贸易谈判取得成果叫好，同时痛斥环球时报嘅对抗思维。5月19日，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为首嘅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同美国嘅贸易谈判代表团达成咗共识，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呢就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打了，两国呢不互相对对方去加征贸易关税，同时表示中国呢会积极这样去改善对美国巨大的外贸顺差。根据媒体的报道来讲呢，就今次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因为中国代表团应承了美国政府每年削减对美国20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咁呢个对于特朗普来讲个基本要求呢是得到了满足。众所周知在去年的中美贸易当中来讲呢，就中国对美国的外贸盈余呢，根据美方的统计呢是达到3752亿美元的。咁美国觉得年年咁样落去嗰、那个美国嘅贸易赤字咁庞大搞唔掂㗎嘛。因为中国呢个贸易嘅顺差嚟讲呢係占咗美国整个对外贸易赤字嘅一半以上。咁所以今次嘅谈判嚟讲呢就唔係话中国输咗美国赢咗。根本上呢呢、这个两国嘅贸易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的。中国来讲去到尽赚到尽来讲，其实也都令到这个中美贸易这样的状况是难以长久的。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来讲去年对美国有成3752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如果两家打起贸易战去到极的话来讲，大家说哎我不做你生意你不做我生意，这个时候呢损失的是哪个呢？摆在这里的嘛。咁但係4月8日环球时报呢呢、这个胡锡进总编辑为首嘅呢啲咁嘅极左思潮嘅人马里面，就发表一篇用抗美援朝嘅意志打对美贸易战，一篇咁样嘅评论。呢篇评论叫嚣贸易战对贸易战係中国唯一嘅选择，叫嚣不怕牺牲，不惜代价，要硬碰硬来一次较量。咁所以呢啲咁嘅讲法好啦，係无非都系40日过去咋嘛，咁就俾中美两国政府喺华盛顿嘅谈判得出嘅成果呢打得粉碎。所以环球时报呢啲系以对抗代替对话嘅咁样嘅做法，完全嚟讲系不知所谓，歇斯底里，系极端民族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民粹主义、哗众取宠，样样都有，唯独是没有实事求是精神的一个大集会，应该来讲彻底批判彻底这个摒弃这种思维。所以呢中美两国那个贸易额里面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双边贸易额。其实中国在整整过去的这段岁月里面呢，对美国累积的贸易盈余达到35350亿美元，是当今中国31000亿这个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所以呢中美两国之间搞好这个贸易的关系中国里面不要去到尽赚到尽，令到那个即中美之间的贸易呢去平衡一些。咁即喺削减2000亿美元嘅外贸顺差里面呢，中国以旧年嘅数字呢都仲有1700几亿美元嘅嗰个
貿易盈餘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嚟講，係對於進口更多嘅美國農產品啊、能源產品啊、呢、這個歡迎美國嘅嗰個貿易服務啊呢啲嘢，其實係有助於中國人民嘅生活品質嘅提高，同埋經濟更加高質量發展。呢個係雙贏局面，所以對話就好過對抗。《環球時報》呢啲咁樣嘅對抗思維咧，必須堅決批判。多謝各位。